2018-2019 随着意甲足球联赛赛程公布后，五大联赛所有揭幕战时间全部出炉。最先开战的是英超联赛于8月11日开踢，随后就是法甲8月12号，西甲和意甲要晚一周开战，德甲依旧最晚，要到8月25日才正式开战。英超揭幕战，曼联 VS 莱切斯特8月11日周六3点英超，揭幕战为曼联 VS 莱切斯特，比赛时间为8月11日周六凌晨3点。其他比赛都安排在11日晚和12日晚进行，首轮就出现强强对话，埃森纳 VS 曼城。第二轮比赛，切尔西 VS 埃森纳再次上演强强对话。这个赛季对于埃森纳来说算得上是魔鬼般的开局。第一轮具体对阵为曼联 VS 莱切城、纽卡斯 VS 热刺、哈德斯 VS 切尔西、伯恩茅 VS 加蒂夫、富勒姆 VS 水晶宫、沃特福 VS 布拉顿、狼队 VS 埃弗顿、利物浦 VS 西汉姆、南安普 VS 伯恩利、阿森纳 VS 曼城。法甲揭幕战，北京时间日耳曼 VS 卡昂，8月12日周日2点法甲联赛首轮10场比赛同时进行，正式开踢时间8月11日当地时间8月12日北京时间周日凌晨2点。第一轮具体对阵为昂热 VS 尼姆、博尔多 VS 斯特堡、里尔 VS 雷安里昂、 VS 亚棉马赛、 VS 图卢兹、蒙比利 VS 比荣、南特 VS 摩内哥、尼斯 VS 兰斯、日耳曼 VS 卡昂、埃蒂安 VS 嘎刚西甲揭幕战赫罗纳 VS 巴拉多利德。8月18日周六2点15分西甲揭幕战时间为北京时间8月18日周六凌晨2点15分。揭幕战由赫罗纳 VS 巴拉多利德。随后巴萨、皇马都在主场迎战。首轮焦点战是由马竞对阵瓦伦西亚的比赛。不过这场比赛要按两天进行。整个赛季中最受关注的西班牙德比时间在10月28日上演。第一轮具体对阵为赫罗纳 VS 巴利亚、贝蒂斯 VS 莱万特、塞尔塔 VS 西亚人、比利亚 VS 社会巴萨、 VS 阿拉雷、埃瓦尔 VS 维斯卡、巴列乔 VS 塞维利、皇马 VS 赫塔费、巴伦西 VS 马竞技、比尔巴 VS 莱加内。意甲揭幕战且沃 VS 尤文。8月18日周日23点59分 ,C 罗将首秀登场，打响意甲揭幕战。卫冕冠军尤文图斯首轮比赛在客场挑战切尔西， C 罗在揭幕战上会有什么样表现值得期待。首轮上赛季亚军那不勒斯首轮就遭遇强敌拉齐奥，新赛季意甲联赛备受瞩目的米兰德比将于第9轮打响，第15轮斑马军团坐镇主场迎战国际米兰。第一轮具体对阵为切沃 VS 尤文、拉齐奥 VS 那不勒、斗林 VS 罗马、恩波利 VS 卡利亚、 AC 米兰 VS 热内亚、萨索洛 VS 国米、帕尔马 VS 乌迪内、桑普多 VS 佛罗伦博洛、尼 VS 费拉拉、亚特兰 VS 弗洛西德。角揭幕战于北京时间8月25日周六2点30分开战，揭幕由卫冕冠军拜仁迎战霍芬海姆，另外8场于当天晚上21点30分同时开踢。其他焦点战包括门兴 VS 勒沃库森、多特蒙德 VS 莱比锡红牛。整个赛季从2018年8月25日凌晨持续到2019年的5月18日结束。第一轮具体对阵为拜仁 VS 霍芬海、门兴 VS 勒沃、多特 VS 莱比锡、杜塞尔 VS 阿格斯弗莱堡、 VS 法兰克、赫塔 VS 纽伦堡、美因茨 VS 斯图加、布莱梅 VS 汉默维沃尔夫 VS 沙尔克。